逛一下，去看看有没有拍卖。我最喜欢去看拍卖的那些那些。好了，今天就带大家去看一下今天的价格怎么样吧。哦，现在又开始拍卖了，看到没有？看好多人，然后对面也在拍卖。这边看一下，哇，这鱼好大哦！哎，我有听他们说哈，他们拍卖的什么看首饰啊，我不太懂这些、啊。哇，切的好漂亮哦！看吧，这个鱼也不错吃啊，清蒸就好了。大哥。哇，这么快就卖了，我都没看懂啊。哇，又卖了，为什么没看懂啊？其实我每次来看，我其实没看懂哦。那又卖了。怎么这么快？还有谁呀？最后这两个，1000块。你看了还是辛苦，到现在还没吃饭呢。买来的，买来吃的也没机会吃啊。真的，做哪一样都是辛苦啊。都不容易啊！都拿到了啊！哎，最后两个，鳕鱼1000块，最后两个。哦，鳕鱼1000块。好。最后一个就好了。最后一个鳕鱼谁要？最后一个。这个鲑鱼哈，这么大一盘，它是整只的，不知道多少钱。嘿嘿呀，来黄鱼好吗？开箱一半的给我。开箱一半的给我。我被黄鱼。黄鱼。上。几来年呀？不来我来啊。又卖了。你们料吗？来，我要吃黄鱼三个人客，你下个标准。无啦。举手就算了。来找我爸。啊，500块，黄鱼啊，500几条啊？
农村的大鲜拢好食，太爽你食啦！啊，若得一块125，你若要卖落，食饱啦。是黄鱼啊！我个小白鱼啊！这个什么鱼？这黄鱼也够两个人吃。500块。500块，三条还是四条？三条，好像是三条，卖完了。没有了。还有谁要黄鱼的？500块。把价一个就好了。那一个谁要？来，哥姐来黄鱼上架。哦，三条500块。500块。好啊哈，啊无我袂白人啊，哦，我二楼无人过来，我二白人啊，最后一个来红包，没有了哈，不真正，等到这个买黄鱼，他搞不起来，来，收起来了，不然会变，会变卖完变卖散。啊！什么鱼啊？上山！啊！无人摘啊！对，看鱼要看鳃啊，看鳃那个红不红？然后切片的话要看光泽度啊。我带你干杯了，啊！大人最爱吃鸡心炉，有没有人想吃？哇，这个卖不掉。好像又是黄鱼啊。大人最回避啊，还是鱼啊？两个。还有谁要回击的举手？两个人啊！这我啦，这两家甲面一家，恁两家就对啦。好，就大家拢问问有没有事啊？像阮大哥讲的，你当拢大声叫啦！啊，这一只要500块啊！这台货啊，他这边抡啦！啊，这你的也准备拉住。这里比较吃苦的，所以车上诸位哥，这里多呢，来，上来打开了嘛，来，一、二、三，恁也是无要我变，因为这我无可能我无吧，哎，这一只都还贵啦，我怕剩无偌济啦。对，1300块。今天没有拍卖哦，平时这边很热闹。面条，不要小看。那个南美龙船，你还记得？鲳鱼，白鲳啊？哎，不是白鲳，不是，是什么鲳？北京，北京，北京。金鱼啊，金鱼的。金鱼啊？哦。我看到就是白鲳啊，哎，所以说。这个是五仔鱼。等一下，那一组是几条的？等一下，130的，250的。来，要不要？来，我又带你来。这鼻子也太尖了吧！跟条子没有卖就把它收走了，没有卖就收走了。来，这都大只的，不会很小，这很漂亮，很新鲜。来，带鱼。来。一条传统市场130，2只250，4只就要500块了。来，这条老板请你吃500块。500块五条，五尾500，肉是厚的，而且大只的，超新鲜。来，我爸，来，我爸，来，套这个木项链，500块。这边。啊？这是他的真正交卖场，同一家的，交卖场一定要打这招的。看吧，这是渔港旁边的街头艺人了、啊。
我现在到了熟食区了，反正就是香味扑面而来啊。看吧，炸杏鲍菇啊，然后炸小鱼啊，最好吃的是炸那个叫壳啊，炸壳啊，就是生蚝的肉啊。看吧，看着是不是流口水啊？喜欢喝酒的，然后配啤酒，那太爽了。吃完了，口渴了，对面买一杯饮料。这边是熟食餐厅区啊，点餐的，你也可以在那边买，买了在这边让他帮你加工，然后他收一点，收一些服务费啊，就这样。哦，那两只狗狗好可爱。看吧，这个就是永安渔港这边的餐厅哦，就是靠海的，然后你可以坐在窗户就可以看到大海，一边品尝美食一边看大海。看吧，好了，今天逛了一圈那个永安渔港的拍卖，大家看够了没有？好了，今天永安渔港这个拍卖就介绍到这里了，朋友们，拜拜。